我是福王府的少尉了，少尉了，少尉了，早就封了王了，你像吗你？哎，我瞧你倒像个革命党，来啊，把他押回衙门，打入大牢，再不改口的话，打出他肠子来，锁了。住手！住手！不能锁，不能锁，不能锁呀！ 奴才参见王爷，参见王爷。啊！奴才们护驾来迟，罪该万死。哎，哎，老管家，他真是王爷啊！你吓了眼了，他不是谁是？哎呦！王爷开恩呐！王爷开恩呐！王爷开恩呐！王爷，哎呦，王爷，王爷，这是他妈天罗地网！回家。 哎，王爷，你把这铁链子赏给微臣吧，王爷，王爷，哎呦，哎呦，折腾够了吧？家里搁不下你了，还闹到街上去？明儿个全北京城啊，就不说别的了，光看你的笑话了。嗯，刨起根儿来。 你离家出走，为的什么呀？为了那东洋妞啊！瞧咱们这点出息。爱情是神圣的，是伟大的。妈也从年轻上过过，什么不懂啊？娶了穿红的，还有挂绿的，你就拿得准，那东洋妞还傻等着你呢，说不定早就跟人拜了堂了。等到了东洋。 给你一翻两瞪眼儿，你还不得跳了海去？没那事儿，我们俩说好了，海枯石烂，地老天荒，他也等着我。哎呦，我怎么听着，全像是戏词儿啊？要不，咱们这么着吧，先发个电文，让驻东京的留学监督先替你看看去。要是花子还守着你呢，再说。 要是他已经出了阁，那咱们就当没这么回事儿。我自个儿去，就能把他带回来。你自个儿去？哎呦，儿子，如今圣旨下了，你是王爷了，有衔儿，有品，有差事，大清的家法，亲贵不奉旨，擅自出京四十里，那就是斩罪呀。到那会儿，谁都护不住你了。 还有这么一说呢？你当谁跟你闹着玩呢？皇上家的事儿，天上一脚，地下一脚，他能赏你个三眼花翎、宝石顶子，他也能赏你个满门抄斩。儿子，这玩笑咱可开不起。那留学监督那儿，他办事儿不办事儿啊？你先别声张，这事儿啊，得私事私办。 总上咱们府上那个万翰里，他就能办。他，留学监督的手下有他的童年呢。您怎么不早说呀？哎，听妈的，先回你洞房去吧，别让人家孩子再白等你一宿了。不行，我得得了花子的消息，再说。 您找谁？大嫂认不出我来。王爷，万大哥在家吗？哦，在，在。他一直念叨着你的。他准是把我骂了个不吐胡，骂我狗咬吕洞宾，分不清好赖人儿。该骂。王爷，您这说的哪儿的话？他光是说大清中兴得靠王爷了，只可惜他是没这福气伺候王爷了。谁说的？ 我们是把兄弟，哎，那我，哎，把兄弟，哼，臭狗屁，万某从不想高攀，哎，这也不是王爷来的地方，微臣只好恭送王爷来了。哎呀，老万，你计较我了？微臣万万不敢。那你干嘛还那么小心眼啊？你别跟我学。 我这狗脾气，哼，出了名了。谁让阿玛千顷地里一根苗就我一个呢？打小就惯坏了，不会说客气话，说也是横着出来。你念书多，
又长我几岁，老大哥，别往心里去啊！王爷言重了。哎，哎，我呀，我这回又舔着脸求你来了。 王爷有所差遣，尽管吩咐。微臣敢不从。这事儿，你知我知，连嫂夫人都得瞒着，我们家那位更不用提了。是什么机密大事啊？嗯，我也拉下脸来了。东京留学监督里头，你有熟人啊？有一位两榜同年。 还是同乡，交情怎么样？过得着过不着啊？倒是多年的交情。那，你求他个事儿呢？只要力所能及。那你让他帮我打听个人，看这个人现在什么情况，是待字闺中呢，还是有什么动静？王爷所言，仿佛是个女人。废话。 哪让我还打听什么劲儿啊？喏，就是他。警察厅巡官，咱跟他说不上话啊，他要见我干嘛呀？惠王妃，他这不是求的老臣了吗？王妃。 就赏老臣一个面子吧。我说可以，公爷，往后你少跟我揽这事儿，行不行啊？不管。王爷那儿你说不上话？那得看谁说了。可我听说王爷还在书房住着呢。这么大的王府，前厅后院子的全都是他的，他想住哪儿住哪儿啊？皇上管不着，你管。我是瞎操心。 姑奶奶，他呀，整天这吵吵着想回这院，我就没吐口。你猜为什么？哎呀，您就该就坡下驴啊！我想叫他一板。先前我是儿媳妇，凑合了。如今他可是王爷，要住也得住正殿呐，宁安殿，要不把那儿腾出来，休想。六福晋答应了。 婆婆还不是听我们的，这倒是正理儿。赵巡官的事儿，福晋帮是不帮他呀？哎呀，这还是个事儿啊，杏儿，杏儿，哎，帖子呢？哎哎，这儿。拿着帖子，带着外头那人一块儿送到王爷那儿去。可王爷，哎呀，别磨蹭了，快去快回，我还等着你烧烟炮呢。 哎，好，哎，快走，快走！别一趟一趟往这儿跑，告诉你们姑奶奶，跑也没用。姑奶奶让王爷见个人，要见我的人多了，我见得过来吗？一概挡驾。可这个人是给王爷请罪来的。请罪？啊？请什么罪啊？ 哎呦，哎呦，王爷，竟是那城警察厅二等巡官赵玉林叩见王爷，死罪啊，死罪呀！别，你抬起头来。你找我，我也管不着你那段儿啊。臣本来只是个小小的八品官，只配给各家宅门看家护院，够不上跟王爷说话。可臣那天多喝了几杯猫尿。 外加倒霉催的，有眼不识泰山，得罪了王爷。哦，你就是那巡街的。正是微臣。哟，你怎么把自个儿给锁起来了？微臣自知罪在不赦，就自个儿上了王法，要打要骂，请王爷您随便招呼。我，哎呦！ 嘿嘿嘿嘿嘿，你可真会逗闷子啊！这哪跟哪儿啊？
我怎么一丁点都不记得了？哎，就那天夜里，王爷骑着马，啊，对了，你还穿着洋服呢。你真是喝多了，根本没这么档子事儿啊！走吧。哎哎，王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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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肯见谅的话，赵某回去这没法跟上头交代呀，王爷。走吧，走吧，王爷还忙着呢。不是，这王爷，王爷，快走吧。您好歹给微臣句话啊，王爷，您不原谅我，微臣睡不着啊。哎，王爷压根不认这账，你还不认便宜呀？走吧，没事了。那我这王法呢？怎么锁上的？怎么给摘下来？您说了算吧。你就当这是王爷的意思。真没事儿啊？您就回宫降吉祥吧。哎呦，太好了。真是大人有大义啊！哎，姐姐，烦您跟王爷回一句，今后王府要是丢个针头线脑的，您就找老赵，没说的啊！哎，谢谢啊！哎呦喂！银杏，王爷，那人呢？你怎么给放走了？那不是王爷的意思吗？嘿，我连句话还没说呢。你自作主张啊啊！银杏错了，奴才赶紧把他给追回来。算了，走了就不追了。不追啦？哼，这面子赏你了，他应该好好谢谢你。王爷，啊，我可是头回见你个小模样。去。好，好，哪儿好啊？哪儿都好。您呐，天下无双，天下无双。哎，跟没说一样。哎，于老板，您先歇歇，您辛苦辛苦，谢谢谢谢。说吧，少公爷，什么事儿？我还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请您出山，邀您出戏。你府上我。你们老爷子有差事了，恭喜啊！不是他，跟他差不多。我们姑爷家刚袭的寿王爷，哪儿来的寿王爷？您忘了前些日子您去过，还唱过《金钱豹》呢。好，那不是福王府吗？对对对，福王府那天办事儿，娶的就是我们家姑奶奶。老王爷没了，我们姑爷袭了王爵了，袭了王爵不得大庆啊，大咒非您莫属。您看看，您露哪出？是法子都还是状元印？要不双出，这台下的人要知道了，准得炸了窝呀！啊，老三，哎，你这什么茶呀？你要害我呀？您不是要喝这叶子吗？这茶呀，糊嗓子，明儿上台一张嘴没声了，还不得落个满堂道好啊！我给老板换了去。哎，请张大人，张大人请。哎呦，徐伯父，你好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哎呀，几位仁兄都在呢。哎呦，宝将军，宝将军。哎呀，真是不敢惊动您的护驾呀！王爷体质尊贵，我能不来吗？哎，小九啊，你现在是攀上高枝了？没有没有，宝大人，是我们姑奶奶的命好。你现在是揪着龙尾巴上天了？哎呀，宝大人，借您的吉言。王爷呢？我得给王爷磕个头啊！别，宝大人，这是今天的戏。我把这京城的名角儿，还有那朝廷供奉，全都给您一网打尽了。哎，这是戏码，您再斟酌斟酌。我又不懂戏，你看着定啊。是。戏件儿的银子。哦，别亏待了人家，你上账房领去。哎，王爷圣明。
还有事儿吗？真有那不识抬举的，这于子龙那儿我是亲自去了，他倒端起来了，死活不伺候。于子龙？谁呀？您怎么把他忘了？京城的武生泰斗，梨园行头把金交椅，文壁宗谭谭鑫培，武壁学鱼就是他呀。您成亲那天不是看了他的金钱豹了吗？是他吗？不错呀。可是他说死了也不来，不知道跟您有什么过不去的。他跟我过不去？我压根就没跟他照过面，谁也不认得谁呀。王爷，王爷，这回您可得自己现现金身了，贵客到了。什么贵客？袁世凯，袁公豹，大军机。袁世凯？他架子大，一般的可不应酬。这回啊，他可是自己亲自来了，这多大的面子！他还敢露头？什么东西！要不是他卖了大行皇帝，大清国还不这么窝囊呢。他还敢人五人六，跑到我这儿耀武扬威来。告诉他，我这儿没他的座。哎，王爷，人敬咱一尺，咱敬人一丈。是啊，他在军机上说一句算一句。现在他还兼着七八个要紧的差事呢。贤婿，别人想巴结还巴结不上呢。我就是不巴结他，看他有什么招使去啊！给我轰出去！这还愣着干什么？还要我自个儿去轰他呀？好，我去，我这就去。赏台上30两银子。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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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。我赏50两。受福晋赏台上50两。谢福晋赏，谢福晋赏。王爷，怎么样了？听说了，听说了。王爷力挫全歼袁世凯。为人所不敢为，真是铁骨铮铮啊！哎呀，你说要紧的，东京回电报了没有？回了，回了。花子怎么样了？回的都是电码，正找人翻呢。那就麻烦大哥盯着他们，赶紧翻，翻完赶紧给我送回来。哎，委屈您别听戏了，下回我专程给您补上。王爷笑谈。赏100两。好，王爷口谕，赏您100两。好，好，好。万翰林，有事找我。微臣拜见六福晋。此事体大，臣不能对外人言，又不敢擅自做主，只好求见福晋。请您过目。这是什么？东京的电报。什么？花子？电报上说，花子还在等着王爷，王爷也在等着这封电报。王爷知道了吗？一旦王爷知道，只怕从此多事了。可这件事儿也不能总瞒着他吧？刚才他还催问过呢。
得让他断了这念想，得让他死心。这份电报不能给他看。福晋果然是巾帼须眉女丈夫。啊，臣另外准备了一封。福晋以为如何？怎么写的？就说花子已经死了，长痛不如短痛，快刀方能斩乱麻呀。只是，微臣难免会不仁不义了。没关系，我替你兜着，这事儿就这么办了。好。吉隆，哈纳库桑，马莫莱鲁，少斯吉奥西达，卡内吉有命令莫拉萨。王爷，啊，什么地方？不许出声！寿郡王寿元吗？是我啊，你是谁啊？下跪接旨。奴才在。奉皇上谕旨，简在帝心，即日起在禁卫军统领上学习行走，钦此。禁卫军统领？是啊，统领禁卫军，皇上可是把身家性命全都交给你了。皇上弄错了吧？胡说，该打。大人，我从来没带过兵啊。你在东洋学的是什么呀？不就是兵书战法吗？可我还没毕业呢，我连个军曹副班长都没干过，就是个大头兵。你是晋之亲贵，皇上放心，摄政王放心。不行，我干不了，我怕误事。大人，麻烦您跟摄政王说说，替我辞了吧。国家多事之秋，朝廷用人之际，你与君王休戚与共，难道还能推三阻四的吗？你还要摄政王亲自出马当面训斥吗？我不是客气，我知道我吃几碗干饭，我这么年轻平地起高楼，别人也不服啊。明天天亮我保你全都服了气，因为你建了盖世之功，立除权奸。权奸？谁呀？明天五更，你带领禁卫军的精锐，把这个人给我拿下。袁世凯，为大行皇帝雪恨，为大清除奸，你敢不敢？少元就盼着这天呢，奴才肝脑涂地，赴汤蹈火都干。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去哪儿了？怎么才回来？唱戏的都散了，听戏的也都走了。散就散了吧，好戏在后头呢。您知道，刚才把他叫去的人是摄政王路上的。八成又要生了。
额娘，你这忙了一天了，您怎么还没歇着呀？你不歇，额娘也歇不踏实。上房已经给你腾出来了，那是王爷的正宫，你福晋他也搬过去了，没什么可说的了吧？你今儿晚上该归位了。额娘，哎，您还有新鲜的吗？你还要什么新鲜？娶个媳妇儿当摆设，还有比这更新鲜的吗？嗯，人家娘家爹已经知道了，妈一再压着，明儿个真闹到摄政王那儿去，你可就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了。哼，一张嘴画个鼻子，摄政王跟前他算老几呀？你别看他丢官罢职，朝里有人，袁大军机已经答应他了，给他官复原职。好路子，您呢让他回家睡个好觉，明儿起个大早赶紧着去找他那个袁大军机，看他姓袁的说什么。哎，过了这庙可就没这神了，就是有这神儿，他也没这魂儿了。你甭管人家，你今儿个怎么说啊？你也甭管我，我今儿夜里不睡了。今儿个又不是大年三十儿，你干熬个什么劲儿啊？甭看您是我额娘，但是啊，我也不能跟您说，这事儿大了，上不传父母，下不传妻儿。得了，你别装神弄鬼的。嘿，您怎么不问问我刚才去哪儿了？去哪儿了？袁世凯，小喇叭吹了。嘿，啊啊！他今儿个不是还来道喜来了吗？嘿，那是儿子，还没出手。哎呦，额娘，傻。嗯，哎呀，行了，您别紧张了，您赶紧歇着去吧，您歇着吧。我不信。哼。不信您就等着瞧吧，这王爷亲口说的，我听着真真儿的，别到头来您打不着狐狸还弄一身骚。快回府。福晋，给您宽衣吧。我不睡，看谁熬得过谁。我找袁公保，袁大人。袁大人睡了，那也得把他叫起来。你告诉他，我叫魁老九，我们在一块儿一起搅过一颗拳的。快去呀！哎，干什么干什么？我王爷睡了，你们懂不懂规矩？有话明儿个再说。我们是禁卫军的，定的就这功夫。我不管你们什么军，就是抄家，你们也得等到天亮。王爷是我们的上司，没听说过我们王爷什么？禁卫军左营左哨，奉命听王爷差遣。代马，是。代马，杨老专，出发。去，去。王爷带兵了。你怎么还没睡觉啊？我这等着伺候阿玛呢。您这是刚给袁世凯通风报信儿去了？你找死啊！你要憋死我呀你啊！就你押定这一保，那就等于把寿元给害苦了。你不说，他指着个屁！给我团团围住，一个苍蝇都不要给我放出来。
王爷，这是军机袁大人的府上，抓的就是他。本王奉旨拿贼。砸！开门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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开门！把门打开！把门给我撞开！上上！王爷，您这是？别让袁世凯跑了！袁公保走了？啊？半夜里全家都走了，还是我送他们上的火车呢？你放走的？啊，他留了封信，让我交给您。窝囊，真他妈窝囊！出师不利呀！我算个什么东西，大哥，来喝酒。煮熟的鸭子，愣让它飞了。袁世凯，我给他放跑了。我愧对德宗先帝，我该打，该打，该打！袁世凯的折子递上去了，他说是脚疼难忍，请求开缺，率领全家回籍养病去了。啊，老家在哪儿？河南张德府文上村呢。哎，王爷去哪儿？我去他老家，给他抓回来。不必了，摄政王已经准了他的折子，放他走了。不杀了。有人保了他，他的官缺全丢了，丧家之犬，羽翼尽失，今生今世他也只能躲在老家苟延残喘，生不如死。便宜他了，太便宜他了。臣倒是给王爷带来了两个消息，一则以喜，一则以忧。不知王爷想先听哪个？哼，虱子多了不咬，债多了不愁。先说忧的，是不是禁卫军不让我干了？正好啊，不，摄政王明发了圣旨。王爷属领禁卫军统领，即日正式就任。这喜的呀，那忧的呢？臣不忍说呀。那东京来的。这是假的，假的。这是留学监督发来的，臣的朋友亲眼看着他发的，怎么会说是假的呢？那电报局就不会发错了吗？啊，花子年轻轻的，无病无灾，怎么说病就病，说死就死了？天有不测风云，也许他是染上十级，药石无灵了呢。不，花子是惦记我，是郁郁成疾的。对对对对，对对对对对，哀莫大于心死。花子，我寿元对不住你，不是我不想你，我也不是天为炼真，我是身不由己呀。大哥，你拍着良心说说，我想不想的？我想不想的？一往情深。感天动地呀！
不行，我得去东京，我得去给他奔丧。电报上说了，他已经入土为安了，那也得给他去姑姑坟了。王爷冷静，朝廷刚刚下旨，禁卫军等您统领，您一走了之，就是临阵脱逃。此情可待成追忆，只是当时已惘然。王爷，节哀顺变吧。额娘，哎呦，你是怎么来了啊？他哭得多伤心呐，我进去劝劝他吧。哎呀，他是想起他阿玛来了，就让他哭个痛快吧。想不到咱这位王爷还是个大孝子呢。他不光是个孝子，还准是个好丈夫，你放心吧。啊，你先回去歇着吧。啊，回去吧，回去。额娘，嗯，那您费心了。放心吧，有我呢。啊，回去吧，回去吧。你别拦着我，我要一醉方休。华子，亲爱的，哥哥给你敬酒。黄泉路上，你要走好。大哥，你也喝。你是没有见过这个姑娘，我住着他们家的房子，屋子不大，舒服，太舒服了。世雅何须大，花香不在多。说得好，太好。好花一朵，足了。温柔啊，可爱。他那双眼睛像两潭子水，深不见底呀。在日本的那帮同学，多少人都惦记他，全是日本人。可他呢，偏偏就喜欢我这大清的人。凡夫俗子，谁能比得了王爷呀？不，我那时候还不是王爷，就是个士官生。和他们一样，可是我呢，我是凭本事，凭我的真情实意。是是是是。老板，哎，你和你的太太不是私定终身吧？我和剑内，是父母之命，啊，没劲，真没劲。那花前月下，你没这个福气，你真没出息。好老婆，得自个儿找。哎，是是，得自个儿找。哎哎。
哟，你灌了他多少啊？这才恰到好处。谁？你谁？你谁？除了是你的人，还能有谁呀？是你吗？你来了，真是你！快点，这让我瞅瞅你。别点灯，求你了，人家害羞吗？哎，好好好，听你的，听你的。他们说你病死了，我压根儿就不相信。我也不信啊，是谁呀？这么咒我，烂他的舌根子。真好，咱们到底在一起了，亲爱的。你要不老耗着肾着，早就搁一块儿了。我错了，我向你赔不是。